朋友们，我现在站在 Essener 马拉松起跑点，我要参加7公里的竞走，上面呢是其他这个公里啊，7公里呢，因为我刚从摩洛哥回来，我报了一个最短的，现在留守在，这是第三批，第一批是全程42公里，已经出发，第二批是半程，也已经出发，现在在将近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这个红颜色的这个7公里的，就包括我，就将出发，这是他的这个起跑点，我站在这里，第二批刚走，我呢要即将。随同红颜色，大家看到带红牌的啊，我的这个牌是507，我是507号。然后呢，随着这个激动人心的音乐和人们的这个热情洋溢、跃跃欲试的气氛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出发。出发之后呢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。我今天要用多少时间返回7公里呢？不得而知，因为它是一次越野这个竞走赛，我穿了特制的越野鞋。好，有情况我继续播报，再见。